请饮茶，阿师傅快翻噶啦。唔该。你好，你好。哎，江大哥。快啲叫黄师傅啦，黄师傅。挂啦，挂啦。系，师傅啊，都有条友喺京城嚟要见你喎。先生又嚟，再系阿黄飞鸿，请问先生贵姓？黄兴，九阳，小弟姓成。哦，成兄，请坐。请坐，随便。师傅饮茶。听小徒讲，成兄系由京城嚟到佛山，千里迢迢，唔知揾小弟有咩贵干？小弟系行商嘅商人，早听闻南方地杰人灵，而且黄师傅嘅大名更加系如雷贯耳。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一方面想偷享一下旅游嘅清福，另外就想结交一啲好似黄师傅咁嘅朋友。成兄见笑啦，在下乃系山野草民，实在系愧不敢当。在下有几句冒昧嘅说话，成兄有咩嘅，不妨直讲。小弟觉得黄兄面貌温文尔雅，但说话之间隐隐有金戈之声啊。有胸怀万甲的气概，实在一个率领大军的人才。太过奖了，小弟只不过是在乡间行医授徒的一介武夫，成兄所言真是令小弟汗颜。黄兄，你我一见如故，在下实不相瞒，家中与当今朝中重臣颇有深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若王兄肯上京投政的话，小弟必定代奏圣上，让王兄在朝中受宠，所赢得的荣华富贵更加是无所限量。小弟乃是凡夫俗子，又启动国家朝政大事，加上小弟生性疏懒，能够泛舟湖上，笑傲风月，成兄的雅意小弟心领。王师傅，我家主人的厚意，你何必咁不识抬举呢？人各有志，王兄高人雅意，红心子非我辈族人所及。鬼鬼呀，毒死冇命回啊！成兄，好对唔住，小弟一时救人心切，冇伤到你咯。岂有此理！黄飞鸿，你好大胆。喂，大家出手救人，系你自己老人马步唔稳啫嘛。住手！做咩啊？啊？黄兄，恕小弟提醒你，能泛舟湖上，笑傲风流，乃系人生赏心乐事。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遇上风浪，恐怕黄兄你未能安坐船中。天有不测之风云，成兄你又岂能预料？人有旦夕祸福，黄兄你又焉能自保？杯酒莫惊春睡重，倒书笑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阿子，系咪揾到剑谱啊？剑谱喺边度啊？哎呀，我揾几都揾唔到啊！我谂我哋中咗调虎离山之计。哎呀，佢哋太可恶啦！哦，原来你偷神木鼎。哇，你好啊，咁都得啊，真系当我睇唔到啊！而家好彩俾我睇到咋，如果俾师傅老人家睇到，你大件事啦，你知唔知啊？师妹，我咁做其实都系为咗我哋以后嘅日子嘅啫。寄人篱下始终都不是好事，等我们一起练好化工大法，你
听日再曾丁春秋攻上少林寺，乘机去偷易筋经，到时两大神功联手，我哋就可以双剑合璧，大把世界筋经。哇，好嘢，仲唔轮到我收徒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和尚，你出手谂住我哋，师兄，我认得系佢啦，佢就黑面独手佛如来。师妹你做咩啊？我斩。你做咩斩一只脚落嚟啊？师兄，你哋斩只脚佢啦，如果唔系。动气走遍全身就会死的了，快点斩咗只脚佢啊！仲谂乜嘢啊？真系咁大镬？哎呀，唔好谂啦，斩啊！中，唔系啊嘛？师妹，你唔好杀我，唔好杀我，求你放过我啦！你放心啦，不如咁啊，你将神木鼎交翻出嚟，我向老师有交代。你匿埋一年半载，迟啲我哋再度携手。师兄，你保重啦，后会有期。师兄，贱人，贱人，睇你走到去边，睇你走到去边，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快啲，老师。嗯追佢！系，追佢！乜个神木鼎唔喺你嘅身上咩？喺我度，我一早就俾翻你啦。你唔信啊？可以上我身啊？贱人，你放心，我点只会守你身啊？我仲会啊，慢慢咁抄匀晒你个全身，一定揾到嘅。阿仁，你只行区又出去散步啊？都好，唔系好容易变猪噶。你个马房谂掂未啊？就算我马房变猪栏都卖俾你。OK， win 噶。No problem， no problem。王太，你坐定粒六，六定去捧杯得噶啦。呢个做咩？第二名山。博同情啊！我教我细佬唔关你事。我输咗几百万哦，你话关唔关我事啊？啊！喂 ，bastard， 你卖咗好多啊！你只系带条鞭出场，个裸留咗屋企。你 sugar 扑街啊！喂，马鞭我系打马噶，唔系打人噶。辉哥，辉哥，俾个面，唔好打阿成啦，我会教佢噶。我话唔打，其他啲手续行啦咩？街坊嘅唔得啦，俾下面啦，俾下面啦。好放松，我就当俾面你，嗰两万蚊我当做先知。你骑功咁叻啊，有排你骑啊，靓仔。唔好地教你个仔啊，公叔。嗱，呢度系600万，教晒你买翻几架兵炮啦。Oh money, nobody will ever figure out we let that idiot come in first.夹埋三重财，咪就系咯，全世界嘅人都俾我哋呃晒。王太有冇真系应啊？我会搞掂佢噶啦。嗱，全世界咧有咩人系蠢得过马主啊？贴埋钱嚟俾我哋揾笨啊，系嘛？合作成功 ，congrats！ Yeah yeah！ 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谈点事情。难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谈，真好啊！是这样的，三特斯先生已经跟我们谈妥了关于护卫和30%股权的分配。
以程先生跟唐先生这么人强马壮的，护卫应该归他们管哦。那当然了，承蒙你们看得起。哎，千万别这么说，孙德斯先生也说只有我们公司的财力才能够吃下这么大的股权，至于细节过些日子再说。犯人走。不用理他们，来干杯。嗯哼，我们合作愉快，这次多亏你啊，多多发财。大家发财，合作愉快。哎，对对。啊，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来啊，过来坐。坐坐坐，姐姐请，我能不来吗？这次我约你们来呢，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清楚。大师，嗯，你跟他们说好了。嗯，关于这个护卫问题，我们考虑过了，还是归我们管好一点，不太好意思麻烦你们吧。啊，你什么意思？哦，我的意思就是那30%的股份归我们管。这样好了，我们娱乐城旁边山脚那边有一个厂子，小是小利，不过周围环境很优美，你们就当是意外之财好了。比没有好吗？就是。开咗，你知我唔想有人入嚟影响我噶啦。呢几年嚟，我每晚都望见件隐形衣。寻晚我仲见到佢，可以喺阳光之下隐形添。件衫系咪一直锁喺保险库度？系啊，咩事啊？冇，警方今朝打电话嚟，问我一个人点样可以隐形，让我发表啲意见。件隐形衣未完成之前。你唔想俾人为人知噶？就算系完成咗，我都唔想俾人知道，因为呢样咁嘅发明，好容易俾人利用当系战争武器咁嘅。咁研究件隐形衣对你有咩意义啊？当我专心去研究一样嘢嘅时候，就是、我最开心嘅时候。你唔惊我偷咗件衫啊？唔惊，一个人点会偷自己嘅嘢嘅啫？你唔要咖啡啊？好啊。喂，你做咩？我讲过好多次，入嚟呢度好危险噶，出去啦。有咩危险啫？你日日夜夜喺呢度都冇事，你成日唔俾我入嚟，系咪有啲咩唔俾我知啊？你有咩唔知嘅？你话件隐形衣我有份嘅，点解而家件隐形衣见得紫外光？我唔知嘅。件隐形衣仲未见得紫外光啊！如果可以嘅，你一定系第一个知道。咁呢几日你呢喺度研究紧啲乜嘢啊？我研究紧呢个急症室。本来死晒，而家全部救翻生。有冇花噶？有，一个月之后就有。拍档嚟噶，你咁样会点走啊？我对眼镜，你戴住。件隐形衣仲未完成，我系唔会死嘅。我仲可以闻到你头发嗰啲香味。
少了一千块。怎么可能呢？都辛苦的。Miss。啊。Miss。先从我那扣好了，这是我的扣机号码。如果在下班之前找回来，就扣我把钱还给我。反正我赢钱总比你倒贴好。那么。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Ooh, baby. Excuse me. 请问伯爵令怎么走啊？你走错了，这条路走到底是个死巷子，你现在要掉头从这边出去。哦，是这样。我叫别利茜。嗨。刚从美国回来，我对这附近的路不太熟，如果你不介意，可不可以带我去？我想你不认得我了，我是 Lisa， 阿云的同事，你是他哥哥对不对？哦耶，对了，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在阿云的生日舞会上面。哦耶 ，right，I'm sorry， 没关系。那么，你要去什么地方？哦，我现在正要回机场。那我带你去。你不是要去伯爵林？我骗你的啦。Come on， 上车吧。上车。OK。你凭什么那么肯定我一定会上你的车，而且让你送我去机场呢？只是直觉。不过我相信一件事。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相遇是靠缘分。现在可以开车了吗？ Of course。 你真好。我跟别的女孩子说这些笑话的时候，她们都说我无聊。怎么会呢？我以前真的很无聊，整天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身上又没钱。你不要自卑嘛，你已经重新做人了，而且现在你想的也比别人要多啊。不是的，你在安慰我。像我这种人渣根本不会有人理我。Billy，Hey, bartender, give me the best draft beer you have in the house. Let me come. Whiskey double. Thank you.小姐，刚才你唱得很好，所谓识英雄重英雄，请喝一杯吧，你别介意。钱我还付得起 ，Thank you。那当然。OK， see you later again。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And I always will.
的戒指？有。哇！快点答应他吧！嫁给我。你离开三个月以后，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哦，不是，是怜惜的意思。那个怜惜老是要做大姐姐，什么都替人家着想。他去的时候难不难受啊？很安详，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身边。知道吗？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二十几年，但是认识了三个好姐妹，总算没白活。接着他就笑眯眯的闭上了眼睛。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陪着怜惜。谢我，该谢的是他。这二十几年来，如果不是他每天晚上在这儿陪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呀。